我很庆幸能知道四三幺医院。鼻子和面部填充呢是朴院长做的，然后眼睛是吴院长做的，然后鼻子的这个是假体，然后鼻小柱是用耳软骨，然后觉得还好，挺好的，然后眼睛是埋了线，不是很痛，觉得很开心。做完手术之后两个月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做了哪，然后觉得就特别自然，就是觉得改变了，但是不知道做了哪，就是觉得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我听到这个还挺开心的。发生最大改变就是周围有很多人都会说变帅了，然后都会经常有人夸你，然后这样夸完之后你总觉得会整个人都自信了很多，做什么事情都觉得非常顺利开心。我很庆幸能知道四三幺医院，因为我来到这里，它不像是医院，而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家。包括给我做手术的朴院长跟吴院长，他们总会去问我，有没有不舒服，但是我觉得都挺好，没有我想的那么恐怖啊，害怕，都很轻松。这个过程下来都很放松的这样。